哇，我们的老秦送给了我们的冰的公主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GU的礼物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什么？化妆箱吗？化妆箱吗？自己说自己是了。我就适合这个粉红色的东西嘛。我觉得你比较适合桃红色。哎，秦月说他想要，记得他许愿了。我觉得冰的比较适合桃红色，它是属于比较上世纪的颜色。好，来升级成像。它这样回得了家吗？Hello Kitty。好，这一张，这些照片全部都会放在。Google Map， 维赫的 Google Map， 维赫 Google Map 就是。Google Map。对，就是我的相簿，我全部都放那边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恭喜冰的公主又老一岁啦。迈向40。